就指出，谈恋爱当中的两性互动体验有助于提升人际关系的交往。黎轩，我喜欢你，跟我交往吧。而要建立恋爱的行为模式，首先必须先要有个实验标的。你好，我是李怡萱，我接受你的交往。亲吻是一种表达爱意的方式，实践方式也有所不同。撅起嘴唇，轻碰接触，或者更加强烈的放入舌头，吸吮对方。首先，解开衣服，同时不要忘记替对方服务。是看够了没啊？你也太不正常了吧！我是猛兽，我要消灭人鱼，而你是死鱼，我们分手吧，再见。死鱼、海水鱼还是淡水鱼啊？到底是哪一种？猛兽，你有事吗？他以为他30公分呢。15.3吧。所以你有想到你是哪一种死鱼属性的吗？能够对方软掉。你可以这么平静地说出你初恋掰的往事，你真的有喜欢对方吗？爱情在生理学上是因为脑内化学物影响的欲望表现，在心理学上只是反映社交与文化的态度。虽然我在上一次实验交往中失败，但只要换一次实验标的，我就有办法修正失败的结论。你一定要这样讲话，所以这只是你的实验。我以为我只要性不要爱就够洒脱了，想不到你比我还要厉害。爱情本就是平静无波的，心如止水也未尝不好。要知道，湖水越深才越平静，感情也是如此。告诉我，你到底？其实，昨天晚上我有看到一个女生死了。难道是银杏派对那天的召唤仪式成功了？冷静，这是所谓机体歇斯底里的症状。是你们将我从无尽的寂寞中呼唤出来的，这份等待得来不易，我对你们今世各种感谢，各种期盼。哪里来的风啊？如果你是来帮我找到真爱的话，那就好；如果不是的话，就请你现在离开。我只记得吕春娇这个名字，还有那一天我与爱人的记忆，其他的一切都仿佛遗忘在山朦胧、树朦胧的远方了。他到底在说什么啦？你的法术真的很两光哎，你快把他请走。我没有加害各位的意思。缘分领着我来到你们的面前，你们大可不必惧怕我。所以你到底是磁场、次声波还是超自然电子意象？到底哪里来的光？既然你是被我召唤出来的，那你一定知道如何帮我找到真爱。我对你的爱情无能为力，但只要你怀抱期待，
怀抱追寻与你生命红线相牵的人，始终会在生命的另一端等你的。你到底是哪个年代的人啊？现在看对眼就可以上床了？这应该是心理学家马斯洛所说的人类所需的最低阶层吧。那是因为你跟没什么大不了的人做，没什么大不了的爱。是的，与相爱的人共赴云雨，就像含着一颗高级的奶油糖，用力怕会化掉，欠尝就担心没有味道。要是真的被你含到化掉，等一下有的爽吗？他不见了。姑娘有事吗？学妹，别说学姐不教你，先对性有点基本概念吧。好，我教你。你可以让我上厕所了吗？学姐，请你教我脱离死鱼的方法。我觉得你没有这方面的天分呢。你想要追寻快感，至少也得先懂得怎么让自己有感觉吧。感觉？学姐指的是因为刺激而作用在有机体身上的反应吗？女人要享受性爱，绝对不能依赖男人，性自主掌握在自己的手中。来，跟着我做一遍，慢慢的往下，再往下，再往下一点，轻轻的往里面啊，两个吗？啊！糟糕的室友就像失败的恋情，越想甩开，越是纠缠不清。历史性的一刻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不要过来，我正在用韩国传统的驱魔巫术对付他。各位米粉，你们看，我的室友正在烧鬼，好刺激呀！啊，你们看不到吗？我跟你们说啊，那个鬼现在就坐在我家那蓝色的沙发上面。对，我的室友真的可以驱魔。成亲的日子，也是相亲后我俩的第三次见面。第三次见面才做爱，不一次就够了。你们若再打岔，我可不说了。
就在那晚，娇娇，从我见到你的第一眼，我就疯狂地爱上你了。今天总算是来了。我怕。不，没事的。我在西洋小册子上学习过。舌头给噎死了。严格说起来，是被一长长的舌头给堵住气管。这么长的舌头和死法都可以申报金氏世界纪录了。所以你被召唤出来走不掉的原因，是因为完成破处的遗憾。木凡，等待让我失去了自我，发疯般的想。我知道我不能恨，我不能因为你这么爱我而恨你。你这可恶的小冤家，没有你的第一天想你，没有你的第二天想你，想你。女鬼小剧场要上演了，我 MC 来先回房间休息，晚点还要赶报告。雪妹，你要是想了解的话，继续留下来，我先回房间了。七天，想你，想你，想你。明天，东南方。